需要数百年才能形成的古老森林正在被当成木材一样廉价出售。据绿色和平组织的环保人士估算，每年仅仅为了输往德国的原木，在俄罗斯周边几百平方公里的森林正被无情地砍伐。阿列斯基是俄罗斯环保署护林部门的高级官员，他的机构关注滥伐森林现象已有许多年，在这里原木的出口量已不再是秘密。阿里斯基知道谁是锯木厂设备的供应商，也知道拥有砍伐许可证的公司。阿里斯基说，从俄罗斯出口的原木将近三分之一都来自原始森林。About one third. For the city of Arkhangelsk, yes, it is about one third, about something like one third. How do you know that?We know them that on the base on the satellite image interpretation, we have an inventory of large-scale logging activity for the region every year, and we can know what amount of wood is going from ancient forest. 绿色环保机构的成员汉宁森想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查出盖有假印章并出口到德国的那家锯木厂。其实想要找到那个地方并不难，因为在苏联时代，每家锯木厂厂家都会有编号。这家是第三号锯木厂，原木也就是从这里出口的。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木材上盖着的红印章。从海港望去，这家锯木厂后院堆放着大量的原木，货轮已经做好了出航的准备，货船所用的旗号和名字都交给海关后便可以批准通航。贝鲁金和他的同事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的环保小组成员，他们来自芬兰。贝鲁金向我们透露了俄罗斯环保官员是如何纵容非法砍伐并从中谋取私利的。贝鲁金还谈到了汉宁森想要查找的那个锯木厂，阿尔汉格尔斯克市26号锯木厂。第二天一早，他们便开始行动，但结果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因为这里的人都不愿意谈论有关保护环境的话题，大权也都牢牢掌握在伐木巨头手中。许多森林是没有名字的，因为在俄语中本身就是。接下来请观赏古井贡九特约之《锵锵三人行》。